马可福音六章五十节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耶稣回答门徒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其实原文应该是：“我是，不要怕。”这个“我是”与耶和华回答摩西问他的名字一样，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是同一个名字，就是耶稣直接揭示出他与天父同等，是三位一体中的圣子。另外，我是也表明主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是在旧约中好些地方提到耶和华是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拯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等等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是我们的力量、拯救、帮助，人生当中的风浪就不能使我们惧怕、忧虑了。自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我们一直都处在倒数的末日，我们应该让生活井然有序，重视与耶稣的关系。我们要相信上帝所赐下的不是胆怯的心。不要让新冠病毒夺走你的赞美，夺走你的敬拜，夺走你的心灵。让我们仰望这一位掌管一切、坐在宝座上的主。